美食大测评，看看容不容。咱俩今儿准备测啥？你最近一只大鱼大肉吃了，舌头咋样啊？舌头好着呢。这是啥意思？今天测到舌头了？那今天要测三跳。测三跳？对。是啥？让我嘴三跳吗？舌头三跳。对。咋个跳法？第一是辣，第二哦。又辣。大嘴，你还别不信这种跳跃的感觉，我现在都怀疑你那娇气的舌头真的能受得了这个刺激吗？它第一个味道是辣，然后紧接着是麻，之后是香，然后是鲜，最后留在嘴巴上舌头上的还是这个麻味，所以说它会有这种跳跃的感觉。看来老板很自信啊，真的有这么神奇吗？可不能光听老板说，还得听听食客们的说法。跳了吗？你跳了吗？心跳了，是吧？心跳啊，什么鬼？麻味没有，麻味没有，对，哦，层次感比较丰富的。所以说你们没有感觉到这个舌头在跳，只有心跳了，只有心跳了。对，你这回还是两圈吗？不是大风车。满分十分能打几分？在家这个？9.5分。这么高？对呀、啊，好吃呀。那你的0.5扣在哪儿啊？0.5扣在人很多。人很多。对。据老板说，他家的面虽然是麻辣味道，但是做法很独特，借用的是重庆的味道和北方的面以及南方的做法，特别适合咱河南人的口味。里头就是浇头不一样啊，都不一样了。一般你来这儿吃哪种？肥肠。肥肠的啊，还是肥肠香一些。你也是懂，不要麻呀，我们能做到；不要辣，我们也能做到。就是这个店虽然说叫做是小面取名，但是不止于麻辣。我们每一份基本上是顾客他要什么样的口味，我们给他什么样的口味。所以说这个里边的就是每一碗面是不太一样的，都会有一些略微的差别。味儿不错，味儿还行啊，味儿不错。它就是重庆小面。啊。我知道呀，是不是湘乡美食嘛？啊，我上个镜头，我上个镜头，可以吧？吃个饭没问题啊，啊对吧？可以吃。这有什么顾忌呢？没有啊，面团挺好，挺结实，它等于说不浓。它就是那种重庆小面啊，对，能拌。我也是慕名而来，今天是头一次来尝是吧？满分十分，觉得能打几分？9分吧。得这么高吗？啊，味道可以。那你那一分扣在哪？扣在我觉得太热了。我们离得挺远的，专门带他们仨过来吃的。因为之前在重庆上的学嘛，所以说想着找比较好吃点的小面嘛。他家卖的面跟重庆当地卖的还很像吗？接近，接近，比较接近。吃完之后舌头有没有三跳？反正挺麻的。来这里的大部分顾客都是回头客，或者是老客带新客。更奇特的是他家的菜单写着汤面不错，干溜更特色，周一至周五每天都有特供面，周末不尽相同。每天都有不一样的面吗？是，好像有一个。这个泡椒鸭爪。好的。我这个肥肠面干拌的没汤啊。还有干拌的好吃。干拌好吃。来，我来给你比一比。面很筋，然后呢，卤料、汤料浇上去之后，有点麻麻的、香香的，还是挺好吃的。口味有点重，但是我觉得正好适中。然后你要是觉得有点够的话，也可以让它再加一点，加咸、加辣呀、加麻都可以。那它麻味和辣味哪个更明显一些？麻味，麻味更麻味。它是吃完明显感觉到舌尖会跳动的那种感觉吗？舌头都跟木了一样，稍微有一些油啊。你刚吃一口，你这个咋样？这个我觉得也挺好吃的，就是挺好吃的。对，就是一点点麻，因为我们是要了微辣微麻的。哦，一点点，但是很鲜。放那牛肉，哎，牛肉口感咋样？像是牛排，很嫩，确实挺麻的。确实挺麻的，对，又麻又辣，舌头有感觉吗？现在有感觉，我比较喜欢这种，啊，刺激是吧？对，比较喜欢吃辣，这个一定要点个这个凉粉，凉粉好吃，配着凉粉吃，对，酸甜口，酸甜口啊，而且它里面放的有那个馓子，就是捏碎了的馓子，就觉得。老板说他家的肥肠是选用的品牌猪肠，用红油豆瓣酱配以草果、香叶、小茴香、香菜籽混合炒至卤煮而成，
而牛肉选用的是牛腿肉、陈皮、八角、肉蔻、丁香、甘草等18种香料，文火慢炖1个小时就可以了。导演，别采访了，咱也来一碗吧。尝里面加的这个牛肉，牛肉挺嫩的，大的方块肉。来口肥肠，说是肥肠，其实他家这个肠处也非常干净，里面脂肪已经没了，但是挺香的。还有今日的这个特供啊，有鸭杂，泡椒口味的。他们家这个浇头没什么问题啊，浇头很香，正常版的辣味还行，大众能接受。其实这个麻味相较于辣味的话，稍微明显那么一点点，但正常的话，我觉得这个麻味还是不够明显，没有让我舌尖跳动的感觉。因为我能吃辣，所以我觉得不明显，吃完满嘴都没有什么感觉那种，是吧？因为我是口味比较重，在重庆待的时间长了，咱本地来说的话还可以。对对，那满分10分的话，你愿意给他几分？能给8分吧，我觉得肉可以多放一些，然后他这个花生。这种的就是再多浇一点啊，再口感再好一点，对对对，明白了，这有待提升的是吧？对对对对，然后还有就是人比较多，两边停车确实不好停。满分10分，你觉得能打几分？7分，给7分。你扣那3分扣哪儿？我想知道。啪啪椒。问住我了。你这啪啪椒直接扣3分。没事，有什么不足给大家提提建议。没有，觉得还挺好的，但是我一般不是怎么吃面的。哦，啊、你要求比较高是吧？所以说给个7分，你能给几分？8.5，8.5，我们给的挺高的。对，你那1.5是骄傲他们，怕他骄傲，怕他骄傲，越做越好，最起码分量大一点。哦，对吧？越来越大，肯定再给他涨点分。如果不够吃的话，还可以点上一些小菜，比如伤心凉粉、甜烧白等一些小菜。好了，吃完了，有话门口说。面的口感非常的筋道，料味呢，我觉得料味也非常的足，因为我要的是他们家这正常版的，可能这麻辣的口味不是特别突出，但是香味绝对是够的。如果您口味特别重的话，可以试试他们这个加麻加辣版，尤其是那种重麻重辣的，可以感受一下。吃完之后绝对让你这个舌尖跳舞是没问题的。那单说它的面的话，我觉得能打个8分是没问题的。但是他们家毕竟也有一些问题啊，就是这个店小，一到饭点啊就是人特别多啊。你要是来晚的话，里面很拥挤不说，关键是他家这个空调不是很给力，热。对，大众头确实是有点热啊，所以说得扣了2分。那其他没什么问题，如果您是喜欢吃这种重口面的话，可以来他家试一试，他们家还有不少这个特色的小菜，我觉得味道也是不错的。